最后一趟了，为找点粉雪我容易吗？看看我这周围，看看我的脚下，一踩这么深，我去。OK。啊，单板卡在平地，太郁闷了。终于出来了。太松了，今天的雪。哎，我感觉啊，是粉雪天啊，一定得早起，早起了才有粉滑呀、啊。晚起了，你看，哎，不是晚起了，我今天早上滑的那几趟真的是爽爽飞啊，那个每一个刹车啊，都是这个满脸铺的雪，很爽很爽的。但是后来都被人滑烂以后啊，这个雪就开始高低不平了，啊，可能比较挑剔吧。不过这种高低不平的雪的确非常难滑。OK， 回家了。远路了，但是至少不堵车。刚才那地方估计交通。